坛的高昂啊，非常的喜乐，没有死亡，没有悲哀啊，不止自己是高唱，他还叫天也要来唱，地也要唱，起来还要欢呼，哇，那是整个宇宙的轰动啊，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光景。但是那个中心那个带领的领着高唱乃是蒙恩的人，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人，所以这一首诗歌是非常高昂，它的内容它的曲调都是非常的高昂喜乐，是欢呼，是喜乐而发出来的那个高声的欢呼。那我们今天要操练这个话祷来赞美，我们一定要把这诗歌的灵唱出来，我们等一下分组才能够真正的满了喜乐，满了赞美。那我们这个波比机会能够唱这个诗歌，能够唱出那个欢呼高昂，天地起来，一起来了，然后蒙恩的人都来了，然后带书的诸类都来了，并且这样的都来，还要直到万代，不停的向着羔羊来欢呼歌唱，因为羔羊是配，哈利路亚，宇宙中只有他配，哈利路亚。必须他是神，他又是人，哦，他是为我们死，他又为我们复活，他把整个宇宙借着十字架，整个那个败坏污点啊都给一扫而清，然后又省了一切荣耀圣别清圣别那个荣耀来充满这个宇宙，而我们这一班人是跟着基督得着这个出手的果子，就是圣灵，我们是何等的喜乐。我们今天如果不会唱，那等到启示录五章那个时候再唱，慢慢学还是晚一点，我们要现在就唱，现在就赞美，把荣耀归给羔羊，因为他是配。这个第四节，事物虽然改迁，但我依旧不变，向他赞美。这依旧不变啊，最好这个撇点啊，把它去掉，就是脸在底下，但我依旧不变，向他赞美。如果加一个撇点，就表示好像我是依旧不变。曾经李弟兄就用这个句话来开玩笑一样讥笑我们，这个赵慧今天老了不能变了，依旧不变。他说我们今天是灰头土脸的，我依旧不变。他不是别的依旧不变，是赞美依旧不变，向他赞美。所以最好把这个撇点拿掉啊，直到万代。我们别的东西都会变，我的赞美不会变，我的欢呼不会变。哈利路亚，诗歌不绝颂扬啊，不绝颂扬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真是能够，我们把这首诗歌全首啊，我们这一周想办法把它背下来啊，在这个生活里头都有这个高唱的灵来欢呼来赞美我们的神。那我们这个唱过一遍了以后就分组操练换导，还是把这个我们好像就在这里不比一样，我们参与甚至是带头在宇宙里做一个欢呼赞美羔羊的人，
我们就操练这一个，不光有发表，更有这个灵。因为羔羊做了一切救恩的事，解决了我们一切消极的难处啊，并且他把神完完全全恩赐给我们，叫这里在心造里何等的喜乐。现在我们分组，那完了以后啊，我们还要集合这个来展览这个赞美。每一个小组选出一个人，查理那个话道，然后我们再有大家。过得很好，你让我们与神之间的祝福。羔羊为我们舍了自己，流出了宝血，救赎了我们，叫我们与神和好。主啊，你还施拯救，何等的救恩，竟然怜悯我们，将你自己给了我们。我们在此赞美你，高声赞美，羔羊是配。感谢主。我们一直是在这操练的过程里面，所以无论怎样都是很宝贝的。接着操练，我们也越来越进步。这个进步就是把这一个诗歌的灵，把诗歌里面的含义，那个用我们的发表，用我们的赞美啊，把它发扬出来。所以这个诗歌变得颂赞，最要紧就是有感觉，有灵感。这个灵感出于诗歌的那整个这一篇的这个每一节加起来，整首诗歌的那个感觉。这个感觉我们能够唱到，我们把那个发表出来，那无论怎样，你都能够感觉整个聚会的空气啊，就充满了那个诗歌的感觉。那感觉不止在那个当我们大家唱的时候，把那个感觉摸着了，把那感觉享受了，把那感觉发表出来了。那并且呢，它不是用一个唱，乃是用一个祷，用一个赞美方式是好像不一样了，但是那个感觉仍旧是一样，仍旧是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最要紧的一定要我们学习摸着灵感，要缺少灵感呢，差不多我们就是做文章了，光是有那个字句而缺少那个灵。那当然我们现在操练呢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学习的阶段，弟兄姊妹是这样，我也是一样，没有一个穷尽的，我们只能够抓住那些原则，那个律，我们照这个律啊，能够在那里进步。就是第一，我们要唱出诗歌的感觉。那每一个诗歌都是作诗的人，他在神面前有了灵感，那个灵感有了以后，他就用诗意的发表来说出这个诗词来了。所以这个诗跟这个文章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诗啊，他用一种诗意的发表，但重要就是这个言中有物，这个言中有物，那个物不是他讲讲飞机是指飞机，讲什么狗是狗，不是那个物，那个物就是指着那个灵感。连世界的人他也讲灵感，有灵感了，他就发表出来一个东西，人就读他的文章，读他的话，就摸着那个感了，那个文章就是很好。所以第一个就是
是无形的、抽象的，却借助那些话把它发表出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诗歌啊，做得好不好，也就是根据你这个诗歌做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感觉把它发表出来。把那个感觉发表出来，当然里面有的是很粗浅的，有的是很高昂，有的是很细致的，有的是很深刻的，个人他都度量他的修这个整个的情形学习啊很有关系。所以你如果读那个古文的诗歌，你读那个李白的诗歌，就是非常广泛啊，非常的高啊。那个杜甫的诗歌就是非常的严谨啊，很细致的，那不一样。你读苏东坡的那个话也是，哇，长江东流啊，哇，有一种的气派，他在这个文章里给人摸着。诗歌也是一样，如果缺了这一个，诗歌就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。那我们读它，我们唱它，我们摸着这个感觉，我们就把它发表出来。发表，所以我们波比的诗歌，这个要这个学习怎么点唱的很重要。由于你跟那个整个聚会的空气你没有摸着，你再来要有一个诗歌，它各个不如的时候，人就很难体会到那个感觉。那么并且呢，这个诗歌，比方说50个人在那唱，如果有10个弟兄姊妹都摸着那个感觉，他唱的时候就示范那个感觉，他就把这个感�觉传染到另外40位的弟兄姊妹，怎么唱一两遍啊，大家都在这个感觉里面。如果是忧伤就忧伤，喜乐就喜乐啊，高昂就高昂。这个最要紧就是灵感，我们诗歌一定要学习摸灵感。当然诗人说的灵感，它虽然是深入，比情感更深入，但是不一定是真正从人的那个灵里面出来的，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嘛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唱这个诗歌应该是有感觉的。所以你没有感觉，你唱那个诗歌唱的没有感觉，你就很难发表那个感觉了。一面说很喜乐很喜乐，人家听看看你这个里头好像很忧伤，说的好像很喜乐，实际上很忧伤。哎呀，得胜啊，得胜！人家看你那个样子，就是斗败的公鸡一样。那个感觉是人没有办法骗。小孩他们很小啊，他都懂得感觉，他不懂。所以有的人到他的家里，哎呀，小妹妹你乖哦，你乖。他知道你这个讲他乖到底是真觉得他乖，还是一个敷衍的。他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敷衍，就觉得他不受你的感动。是因为我们这个老了，太老了，这个事故太深了，有时候也被别人骗，有时候也自己骗，不懂得我们里面的感觉。那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注意属灵的事，我们一定要那个灵里的感觉就非常的敏锐。所以像李涛生弟兄、李弟兄，他们带领我们，叫我们认识人，就是认识人的灵。你到他面前，哎呀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越讲他越讲你真好，你就知道他讲都是假话。他就是什么什么事怎样，他说没有什么了，没有什么了，
你听他的味道，你就知道，其实啊，他很过不去。这个一个人的灵啊，是很难那个在那里淹死来装甲。你摸灵的事，你就灵是渗透那个万人万事的。那诗歌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多活在灵里，我们唱诗就摸着这个灵。那摸着灵，一种是你就照着这一个来导读，起来欢呼，起来欢呼，但到底是不是有一种灵叫人家天也要来，地也要来，宇宙也要来，都要来欢呼？有那个灵啊，你在那里，在那里化身祷告呼喊的时候，人就觉得你里头真是看见啊，今天这天地中间有个宇宙的大事，轰动的大事，因为羔羊被杀的羔羊升到天上。哦，他得着荣耀、尊贵、智慧，能力，所以天地都欢呼。那个时候欢，都天地都没有办法寂寞。所以你在那里呀、你有一种的发表的时候，你就也是为着发表那一个感觉。那么，有的时候我们光有感觉，但是很难发表，这就因为我们不够丰富嘛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主的恩典，主啊，真感谢赞美你，我赞美感谢你，这只能赞美，感谢再说话都讲不出来，发表不出来了。那我们有诗歌，我们发表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当着向主在这里赞美，当然也是可以，只要有感觉也是很好。但是如果呢我们那个学习操练，它这里面你这个都来这个都来在这里啊，摸着把那个感觉发表出来，一面又是根据这个感觉，一面呢又把这个话把它这个扩大了，把它发表了。好像上个礼拜我读的唱的那个诗歌，当来同声欢呼，同声欢呼。有一个弟兄后来就告诉我，他参加那个聚会唱那个时候，他就摸着同来同声，那个同啊就摸着他了。他又感觉要捅啊，要捅啊，他就是这个感觉啊，感动了他，他就是这一句这个捅，他就发表这个捅啊，那个就是很好嘛啊，所以在这里啊，如果能够有摸着的，一种的这个感觉就是天地啊起来欢呼，这个大家没有在这个。这个被造蒙救赎的这一个世界里，这个没有一个蒙恩的人应该是寂寞的，我们都要起来，并且不能够小声，是欢呼的，用这一个来表达出来那个情形，这个也很好。第二说到这个羔羊，他升天的羔羊。他原来是被杀的羔羊，现在是升天了，羔羊升到天上，但是在天上还是羔羊，还给表现出这个羔羊。那羔羊呢，给你的印象就是他是何等的温柔，何等的洁白，何等的这个单纯，这位荣耀的主，就是神用羔羊来代表他有一种的形象，他是升天了，他还是这个羔羊一样，没有一个人怕这个羔羊，一只羔羊，没有一个看到羔羊在旁边不是摸摸他，是可亲近的，因为
这个主就是那样的一个，那你这个圣洁的羔羊是配，他不是叫人家害怕，那个到了撒旦看见他是狮子羔羊，大卫的这个支派的狮子是可怕的，但是对于我们蒙恩的人他是羔羊，这一点上你也可以发挥嘛。那么还有呢，说了他的恩典，他的工作，死而复活的工作坐在我们的身上，用这一个就是他除去了他的恩典慈爱，除去了我的死亡悲哀。你看他自己是恩典化身，是慈爱的，那在我身上所给我那个恩典的工作就除去了我的死亡，除去了悲哀了啊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就有资格，我也配来这里来欢呼来赞美了。你从这些点上呢、若是你有感觉，你把它稍微发挥一点，大家就受你的影响，也跟着一起啊，这样你来赞美了。所以这种的这个就是你要灵里面有感觉，然后唱的时候你摸着有一个点，你就把那个点把那个感觉把它释放出来。大家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就共同带着生命的共鸣啊，带着属灵的开启，就那个聚会就丰富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确啊，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求主施恩。我们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巴不得我们有一个负担啊，借着我们自己学的能够影响教会，叫教会那个波比赞美的机会啊能够被提升了、愿主祝福。所以下个礼拜四我们说了，我们唱这个148首，但是呢这个操练那个时间我们不是在这里在操练这个来祷告来赞美，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来见证了、我们要来的主日，我们在我们的各分区或者各会所或者郊区的各教会，我们这个波比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这里学的一点，在那里靠主的恩典做一点榜样，做一点释放，让弟兄姊妹不是告诉人、我是来释放的、不是这意思，就是你在那里你赞美人家就念一念，你不要光是念一念，你画出赞美，你有感觉有灵感试着做一点这一方面见证。